桃園市文化局今年同十七社桃園一定要代表性嘅藝術家小吉咧都下下強下，結合到桃園藝術亮點嘅書，總共有十七本嘅內容啊，詳細講嘅小吉嘅各種藝術家加條嘅人生故事，含個藝術內涵。市政府就讲，廿十七本书，每位同户边头，桃园市政府电子书平台，本民众做得诚意表记，桃园嘅语文成果。玉行凤台的房子业主，再个有艺术家拿点书，为大家能认识一条桃园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新福客家书法家罗桂丹讲，做地图同艺术家嘅故事，还有艺术内涵有突破的展现，让本民众了解桃园艺术发展的成果。艺术的力量哈，对俺以客家人字体来讲，非常的个会。鼓励啊，不然就有表现的机会。桃园市副市长苏尊平讲，三万嘅两年，用一个艺术家一本书嘅方式，来记录十七个彩天艺术家嘅一本制度、韩国人生过程，而被民众强悍的认识一群桃园嘅艺术大师傅。那特别用非常严谨的角度，把桃园最精彩的十七个艺术家，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作品，有系列的哈，能够来记录下来。那它是我们会未来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桃园市文化局讲，桃园艺术亮点丛书收集嘅艺术家喺专业创作、学术研究、教育方面嘅成就，大方出版书，希望被彩天嘅艺术推广，成番美好，引出出行下好嘅基础。下个新闻论坛桃园报道。